您就担任登记理事。登记理事？你说他是好人还介绍我们认识，我才说要一起投资，我们被人骗了30亿，你要我们怎么冷静下来？挪用公司公款的那份文件上盖了郑涵的印章。大嫂，昨天早上你没去过我婆家吗？你说亲家公突然过世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看到你，一看到你就想到你妈，想到那个可恶的骗子。装作没事，让爸就这样死去，我们还配当人吗？我们离婚吧。那个孩子，我们家不会接生。爱到最后，未来戏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。